罗志祥私下与春风大更交情匪浅，尽管工作再忙，还是会不定期聚会增进感情。二号小马在网络上贴出一行人玩乐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家里能开车真的很 hip hop， 虽然没讲明是在谁家，但豪宅的一角梦幻鞋柜，让人一看便明白啦。”照片中，罗志祥坐在白车上，在房子里乱晃。偌大的客厅摆了一张 L 型沙发，整个装潢都很有设计感呢。但其中一张照片瞬间吸引到大家的眼球，那就是摆满球鞋的房间，让大票网友傻眼，直呼真的太梦幻了。蔡灿娱乐整理报道。